最近因为分流上班，跟同事养起植物来了。这是我同事的植物，这是我养的，但是他因为最近换盆的关系，他不太适应，叶子掉落了好几个。下午的时候留在这里晒晒太阳。这是我工作的地方，下午的时候最喜欢看着外面的海景，一片蓝蓝的，感觉很疗愈。